这是1988年潘虹和巩俐、张艾嘉在第41届戛纳电影节上的合影。潘虹大气优雅，巩俐青涩娇嫩，张艾嘉则性感时尚。三人各有各的美，巩俐刚刚凭借《红高粱走红》，而潘虹和张艾嘉则正处于事业的巅峰期。潘虹更是在1983年到1984年10年间，先后获得过4次金鸡奖、3次金凤凰奖和3届小百花奖，实力毋庸置疑。巩俐也处于风华正茂的年纪。